大家好，我们是加辣。就今天哦，我们就来到五条路，我们叫住宅区了，华人住宅区了。OK， 就这边有一间咖啡店就不错了，它的食物，然后又很平民又好吃哦，不输外面那些出名的。OK， 其实这边就是红绿灯，外面大路红绿灯转进来就是了，就是这边的那个咖啡店。就这边有很多选择，当然我们只是 try 一间而已。就我们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就直接 go。我们今天点了三样菜，就是咖喱米、鸡胸饭，还有这边的早餐。其实这边还有卖很多很多的食物的，但是因为这边不是属于旅游胜地嘛，所以来的人通常都是这边的居民。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外面来的人啊，就是属于槟城人。如果说你们从外地来的，你们可以来这边，因为这边的真的是不输外面，而且很多东西选择。这边有咖喱米，然后有鸡胸饭啊，我有看到淋面啊，然后还有Hokkien 米啊 ，Hokkien 米，然后有那个芋头糕之类的，很多选择。丹哈咪。